父王居然封了封城永信军，殿下息怒。来人，殿下，让人去给母后带个话，准备好的东西该派上用场了。是，李稼贤，殿下有何吩咐？ 还吃啊？你刚才吃饱了？嗯。就这么一点东西？哎，等等我！躲起来！怎么了？你站住！你别管怎么了，你先躲起来，快，你拿我糖葫芦，别躲事儿，快去，走！滚！